快刀砍。比如说啊，于老师，啊，于老师要杀头了，我就因为这代笔，我就杀头了。你说你除了代笔，你没有别的用处。代笔也没什么用处，留你没用。举个例子吧，就是杀头吧。哦，对对，杀头。于老师杀头。嗯。现在给你送到北京菜市口，或者老的场所杀。人菜市口杀人嘛，对吧？啊，是。到菜市口，把于老师都扒光了。我还扒光了，扒到一丝不挂，光着，拿一根绳子。啊。一根绳子从当这儿一叠，算两根。哦，打脖子后边垂下来，是，胳膊肘这儿拴上俩花，哦，哎，手腕子这儿拴俩花，到手这儿有一花，是，这叫五花大绑，啊，早就听说过，绑好了，顺着脖子后边插一个招子，什么叫招子？招子是白纸做的，上面叠成宝剑的尖儿，再下来，哦，你们看电视剧不有那个吗？啊，插这，这叫招子，哦，上面写着监斩人犯，代笔一名，哎嗨。真成罪过了，这要不才监斩人犯啊，臭流氓啊，于谦一名，还是代理挺好，光着屁股捆好了啊，我说跪下啊，这是这是得跪下，于老师扑通，嗯啊，让你跪下，没让你撅着，是代理，跪着不就完了吗？你的意思让大伙看看白不白？没听说。准备好了，嗯，等等时辰，等什么时辰？五十三刻，啊，开刀问斩。哎，五十三刻开刀问斩，是监斩官在那边坐着，还有监斩官，得有一官啊，哦，监斩嘛，嗯，配这个红斗篷，什么？干嘛配红斗篷？红斗篷是辟邪的，哦，戴着一个水晶的眼镜或者是茶晶的，哦，不正眼看犯人，哦，怕你记住他，过去人迷信，哎，监斩官上，你坐好了，是，这边有差人过来跟大人说。哎，五十三刻到了，那是怎么样？是大人回头看着，是怎么了？整弄死的，嗯，啊，削的呀！哎呀，给他切个细碎。行了，我招他惹他，这大人东北过来的，是吧？整，那就整吧。哎，啊，刽子手拿着刀，就这口刀。肩宽背厚日飞薄，杀人不见血光，好紫微微蓝，骂骂霞光万道，坠彩千条，走快多了多孙颤颤巍巍，哦，本于谦的脑袋来了，是怎么样一刀这脑袋就掉下来，快这脑袋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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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往那边去啊，滚，突然间停下来，怎么停了？等红绿灯，哎，我要这么规矩，至于杀头吗？等着，等着，等着，抬头看啊，绿灯啊，哦，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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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接着走，过马路，啊，过马路一扭头，说什么？夸这刽子手，我说好快的刀啊！我太贱了，这个要快，这杀人要钝刀就坏了，钝刀怎么样？钝刀，今天杀大流氓于谦，还是我。脱一光屁股，插好了刀子，哎，跟那儿撅着，先丢人。哎，问这个大人，大人时辰已到，到了。大人说：“走。”哎，这大人还没到走呢，弄死他，削他，给他切个细碎。行，我招你是吧？中午包饺子，哎，烙盒子，包包子，行了，馅饼啥都行。不用，刽子手拿刀来，啊，这刀上这刃啊，啊，都是锯齿儿。钝刀没有磨刀的钱呢，怎么那么穷啊？举起来，哈哈，咔，嗯，一下扎在脖子上了，扎脖子上了。这啊，大人在那边看，怎么了？对呀，接着整啊，整啊，啊，刽子手整呗，是啊，哎。两天啊，最后于老师是饿死了。哎呦我的妈，我这临死受多大罪啊。这监斩官是东北的啊，对啊，这刽子手可是长白山的，伐木头下来的，从此人间少一代笔啊。
少了少了吧。所以我们这行第一嘴里边说话要清楚要干净，对，第二还得会唱，唱出你说相声来说这唱分两种，一种是本门的唱，本门唱是比如说太平歌词、哦、来了来了，说学逗唱、嗯、这个唱是太平歌词，记住了啊。比如说唱京剧唱评剧唱歌那是学，因为那些个有专业的演员呢，是吗？你不能说说相声唱个京剧算唱，算学唱，学人。但是太平歌词是我们的唱啊，别人唱，咱们唱两句听听好吗？好、啊，唱什么呀？白蛇传，韩信算卦啊。哦，这喊十八摸呢。咱们这品味跟你差不多。一会儿菜市口连他带你。光屁股啊！不想要欣赏一下。有几个观众我看对我们很熟悉啊啊，喊出了什么韩信算卦什么的啊啊，说明是我们的老观众啊。那个保安把这俩人弄进去，什么叫说出来？我唱几句你们熟悉一下啊啊。刚才喊韩信算卦的还挺多的是吧？哦啊，那我给你们唱一个别的啊。哎，给我唱一别的，怎么提的？我不能让你猜着我啊。庄公打马下山来。见了骷髅倒我的尘埃，庄子修一剑发了恻隐，身背后摘下了葫芦来，葫芦里掏出来金丹一粒，那半边红来半边白，红丸指的是男儿汉，那白腰粒指的是女裙钗。可以鼓掌了。